后面那个，因为我当时选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我现在会感冒，可能会破音。然后这个是一个很老的那个乐团的歌，我们用就一把吉他鼓啊，然后单纯的感觉，比较简单，像一个会什么不同，这首歌叫 Alone。举杯，刚才是没有发生，我们酒醉一场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I go out walking after midnight， 非常的慢。And when I， 本来想说要唱这样子的，这样子，你们可能会睡着，就稍微把它加快速度，改了一点点。哦，糟糕，我一直在想。再来是让你动一动的感觉 ，sway。
有没有发现我们不小心不丢了吗？不丢了吗？你会说大家都不知道。